暂停。好佳仔哦，有你甲韵如顾好着，我甲凤姐哦，真正是省袂少麻烦啊。阿姆，是你唔甘嫌啦？啊，不过我先来讲一个，蔡韵如今嘛已经无遐尼简单啦。进前伊会当为着爱工党，爱甲安尼要死要活，啊，不过伊今嘛上无已经清醒一半，无遐尼好骗啦。这我唔惊啦，啊，你也唔免烦恼。因两个人去登记迄天，伊明明就知影，伊妈妈受遐尼侪委屈，嘛是坚持爱嫁啊。安尼就代表讲哦，伊根本就离袂开凤姐啊。是讲韵如嫁予凤姐哦，都艰苦着我。自从伊知影我靠到伊妈妈了后，伊三不五时哦，都想办法要甲我创治。虽然讲哦，嘴是叫我妈妈哦，啊，毋过做诶，拢是一寡刁难我诶代志啊。伊即马要搬到恁大，安尼嘛好啦。都予凤姐甲应付着好，我头好嘛休困一阵仔。是讲拄着即款新妇哦，迄一工火啊，唱歌毋知爱唱偌济届。好啦，那呢吼，我先去处理我的代志，我都无甲你交代啊。你看要安怎办就安怎办哈。嗯。行李我家摕就好啊。韵如，啊你唔是去做 SPA？ 做 SPA 预约，我无预约要等真久啦，所以我就无想要做。你拄则甲阿妈咧讲啥？阿姆叫我甲你行李挂好，爱较细致个啦。是你讲我歹话对无？是毋是对我来讲拢无重要啦？伊要痟想要住伫咧饭店内底逍遥快活，我绝对要甲伊叫转去阮家，好好甲我伺候，我好好甲糟蹋一下。你要安怎做？我有心啊，毋是有心假。叫我来要创啊！我浴室水龙头歹去啊，袂当洗身躯。水龙头歹去，啊水龙头歹去，伊毋着叫人来修理。啊是讲我住咧饭店，你来饲一下电铃，看你要洗偌久，洗到六片嘛无要紧。你即摆叫我来是咧叫火大呀？我是你的新妇呢，我到底有你的金孙，拄着困难叫你斗相共者，敢袂用？我替你敲电话叫水电的，水电的爱较晏才有用，我唔才会麻烦妈。你去浴室替我看卖啊，唔免叫到遮尔好听啦。我看吼，你是超工要甲我创电吼。这水龙头都无歹去啊，应该是水也无够啦。我是叫你来解决问题啊，不是来问你原因的。嗯，啊水坛还阁会烧啊，啊你着罔洗对无？明仔载后再阁叫迄水电来修理，唔着好啊。若是要安尼，我着免叫你来啊。你伫迄龙海内关遐尼久啊，连这拢袂晓。哎，你嘛甲差不多哦。像拢伫咧龙海来的人，都一定爱会晓修理这啊。你头壳离开要安怎啊？啊！你敢有个？哦。
我先去开门啦。喂，喂，王姐，床准备好啊？叫你欢呼的，要上好的。妈，你哪不干呢啦？问恁某啊，叫我来替伊看水龙头啦。我要洗身躯的时阵，发现水龙头的问题，唔得请妈来替我看一下。而且即阵啊，王延熙想看想看要对付我，我会惊啊。住伫伊家己厝内面，阁袂当安心。我看你啦，才卖住啦，可能是要住顶个饭店，啊，是阁另外租厝，好不？安尼嘛袂当解决问题啊。我看归去报警。拜托诶，大你也毋是啥物政府官员，啊是啥物重要证人，对不？报警，迄警察来嘛是时间到啊，甲你巡一下，敢有效哟？敢讲你拢无要紧外面啊？哎呦，我妈讲了无毋对啦，你也是报警，害你个人就封闭啊咧。虽然讲咱即摆是怀疑是王延熙动手，啊，不过咱嘛要有证据。再当定伊的罪啊！你即摆先较冷静的，本来想看明仔代志要安怎处理，好无？好啦。唉，还是倒来家己厝的住较舒适啦。黄姐，多谢你陪我倒来住喺后头厝。你欢喜就好啦。对我来讲，你的安全是比啥物拢搁较重要的。这段时间哦，发生伤侪意外啦，好佳哉，有你伫我身躯边。安尼你着好好住落来，水龙头的小寡代志，我派人处理就好啊，你无需要烦恼，嗯。妈，你要去倒啊？阿姐无我的代志，我唔走，而且要从。妈，阮厝的哦，还阁有真侪房间，你着留伫迄只住，房间嘛较方便又合理啊。免啦，啊你甲房间两个人哦，才拄啊结婚尔，看我享受恁两个人二人世界就好啊，哈。啊，不过房间袂放心，互你一个人住伫外面啊，你留伫迄只住。房间，你替我考考妈，叫伊踮迄只住啦。例如，你现在就一定爱我妈住在家，因为我巴肚底的囡仔啊。这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两天哦问过算命先生啦，先生讲妈会背你哦，会指引家己的金孙，若是让妈来照顾囡仔，那安尼伊就会保庇这个囡仔平安到大汉啊。我听你咧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迄算命先生嘴好捋捋，伊讲的话你也要相信哦。先生讲的话哦，咱嘛是爱听啦。敢讲你无希望我的囡仔平安到大汉？红姐，你看嘛，拢唔管咱的囡仔，敢讲你嘛不爱管咱的囡仔？即马只有妈留来照顾我，我才会安心吗？唔是啊，玉茹啊。我妈在遐饭店，伊是较自由自在啦。以后我的巴肚会渐渐大起来，敢讲要求妈照顾我，嘛伤超过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叫我妈倒来顾我就好啊。好啦好啦，妈，我安尼啦，你着包过来住。比如即摆呢，嘛确实是需要人照顾。好，我知，我都暂时搬过来住安尼用啊无。好啦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就先等下公司无用啊。拜拜。我先去饭店看一寡行李来啦哈。等一下啊，妈，我巴肚枵啊。巴肚枵，
啊，巴肚要出去外口找物件吃，无用的啦。王妍希即摆想空想胖，想要对付我，我万一拿掉着机会，伫我要食的物件内底动脚手是要安怎？啊，你唔倒拢唔免出去外口食，所以我唔只爱麻烦妈，你煮给我食，因为我感觉对你一个人较信任你啊。啊，伫咧厝内底食，我爱出去外口买物件呢，伤过麻烦啦。唔免买啦。 冰箱拄仔有鱼仔排骨，还佮有牛肉，妈你着煮一个糖醋鱼、粉蒸排骨，佮红酒炖牛肉，简单煮就好啊。安尼佮好做简单煮啊。我是因为要顾你的子孙啊，我以后一定佮我囡仔讲哦，伊阿嬷足惜伊的。是讲因为啊，恁兜的灶骹我无熟呢，啊物件放伫倒位，我也毋知是要安怎煮着无。 鱼要处理好势，刷落来嘞。啊，你是要食糖醋鱼，都要先用钱的啊。欸，你这瓦斯炉是歹起来哦，哪会拢袂倒啊？应该是无啦，是真久无用啊，搁试看卖。 你的爸爸烧一半去。<笑>